够清楚吧？三个轴我都挂给各位看，好，而且这个是太空的真的 data， 不是假的。这个是太空的真正在太空做的实验，从太空当落下来的 data。好，所以你们看的这些 data， 这些真正是太空的 data， 这个太空 data， 这个也是太空 data， 这个不是假的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forward 跟 backward， 好，我们来看看 forward 跟 backward 啊。这个是 forward， 都是我们都看这个 predictive， 这也是 back， 这个是 backward， 因为 backward 也不错啊，它的 model 来看也不错啊。虽然它没有那个，没有它这个没有那个好，因为它这个 miss 掉什么？它 miss 掉那些 solar panel 的 modes， 对吧？哈，所以看起来。在这个题目里头，这个是 case dependent 的，我没有讲说 backward 不好用哦，你们不能这样结论哦。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是，有一些非线性的东西在里头。forward 跟 backward， 第二个那个 axis 还是 forward， 但是我们这里都是只秀你 predict， 没有秀你 estimate。因为 estimate 对他不公平，他没办法做 estimate， 所以这个 predict 看起来还是 forward 比较好。这个 case 是这样子的，有问题。好，那第三种呢？那也是一样哈，我们刚刚我们最后其实都是看这个 forward 跟 backward。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只看 forward 跟 backward 啊。那第三组，第三组 backward 不错啊，也很好啊，啊，几乎跟 forward 一样好啊，对不对？啊，只代表第三组啊，对 solar panel 的关系是比较小，对 solar panel 影响比较小，我只能做这个结论。solar panel 那些频率对它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好，那我们这个 OKID 我们来个 remark， 我们还有哈，这个后面还有哈， OKID 后面还有一些啊，那些一些我跟各位讲哈，这个我刚刚也讲过了。那么 damping 的关系是为什么 high？ 因为它有 energy control， 还有 mechanical friction of solar panel solar array 的 magnet， 因为它有 control。The response of identified mode 它有 good correlation with measured response， 所以我刚刚先秀给你看那些 curve， 你看那些 curve 都不错，跟真正的 data 比较出来，它算是蛮不错，我们当初做出来这个也蛮意啊。然后呢，我们用 observer output， 还有跟那个真正的 output， 它有 extremely good agreement，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有 observer 的关系啊，那当然可以帮你很多忙啊，对你这个control 有很多好处，那代表我们 estimate state。是非常的准确，所以假如要做 controller design 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这个 identify observer model 是我们可以直接用到 controller design， 这个 controller design 他讲过啊，所以 A B C D G 我们可以一起拿来，尤其这个 G 我们可以来做 state estimation， 这个 state estimation， 这个 state estimation 我们就可以做 feedback。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下个学期老师就教那个 control 课，那个 control 课就是怎么用我们这个所有的 model A B C D 还有 G 来做 control design， 来做 control 的 work。这个就是一个下个学期要做的。
那针对这些你骂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啊？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很好，很好。那再下来，因为我们剩下文章嘛，再下来我先讲这个好了。那再底下的我们下礼拜再讲哈。这个是一个我一个同事哈，这个我又忘掉改他的符号啊。PDF 应该对的哈。这是一个我一个同事他的博士论文的哈，他就是用这个 OKID 来做non-linear 的 flexible maneuver， 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 robot 啊。这个 robot arm 本身呢，它是一个 non-linear motion， 所以它就是主要来秀说你第二条的 system， 它用 OKID 的 inner system 就 predict 跟estimate， 它可以秀给你这样 predict 跟 estimate 差多少， estimate 几乎跟那个都一样，代表说它即使 non-linear system， 它也可以用它的 ID A B C D 跟 G。来做 controller design， 所以它这个 chart 就是告诉你说，即使我的 model A 不是很准，从这里看出来它其实它不是很准，啊，但是它还是可以利用这个不是很准的 A B C D 跟 G 来做一些 controller design， 那么它后来就是用这一套啊做了 controller design， 那么它实验也蛮成功的，所以它后来也。用这个当做他的博士论文，啊，这个就是只是当初，啊，他是我一个同事啊，啊，我是扮演一个就是 committee 的角色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剩下三分钟，因为我们都没问题啊。那就是叫做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dvances， 这个很短的 record 都可以 non-linear system force response， 而且它实验证明过 non-linear 也可以做，就这样子。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要下课再来，要来找老师啊？有问题大家分享好不好？有问题吗，同学？有问题？没有问题，有问题现在讲哈，大家分享哈，那老师就不用再重复一次，你问我也要会跟大家分享啊。没问题，下课，现在一分钟。